骨锤燕屋棒为燕屋专用工具，可伸长到98公分。采用敲击检测法，轻轻敲击墙面或瓷砖，检测是否有空骨粘贴不实的地方。瓷砖若有空骨粘贴不实，声音会相对更大声清晰。敲击瓷砖四角加中心点这五点，有超过2点空骨，表示该瓷砖粘贴不实。